是台湾第一株取得发明证书的菇类雪珍白木耳，是菇农林鸿章花了10多年培育出的台湾特有种。原本是开螺丝工厂，却因产业外移被迫关厂转行，凭着对农业的兴趣开发出新品种。但雪珍木耳天生娇贵，让他砸了3-400万学费才找到量产的方法。两个儿子珍惜爸爸心血，相继辞去工作，回家当青农，从经营电商一步步打开气作，甚至迈进手摇饮通路。我这个雪珍白木耳的话，你煮多久都不会烂掉。它一煮的话，它吸饱汤汁，很好吃，但是要脆。那我的不一样啊，别人没有，我有才自豪嘛。一大锅白木耳熬过水深火热，依旧片片饱满分明，证明林鸿章不是盖的。菇界白富美有专人抬轿侍候，方才洗完贵妃浴就娇滴滴摊着纳凉，风一吹又多了几分仙气。够新鲜，就是会有菇的香味，但不会有那一种人家不喜欢的那种菇菌味。一般的白木耳比较会有那种菇菌的味道，然后我们这个比较像那个胶质的味道，就像人家讲那个素面锅那种。儿子做，林鸿章在旁指导，一早7点全家总动员，杀青晾干分装，不假外人之手。因为自家白木耳可有独门发明专利，从有中华民国以来第一张菇类发明专利。对，有的人是用那个药物去刺激那个生物突变，我是利用温差跟菌丝老化的原理去让它突变的。那这样花了多少时间？10几年吧，那运气很好，运气很好。像有些那个专研究单位，他花了一辈子搞不出来一个新菌种啊。试管中橘橙橙一片是马铃薯培养基，菌就长在这儿。小儿子明峰负责把守关键的培养技术，像那个什么菌种的健康程度，我们自己就比较知道，因为外面不健康的他还是用给你，你也不知道，所以我们就从源头开始自己层层把关，到最后才说这样。防止杂菌感染，接菌就很费工。也是怕会有失败率的问题，所以就是像一只转个10只，然后好的再去转菌母瓶，那2-3只的菌母瓶，它就可以做好几百包的太空包。时的活儿，兄弟俩总一起做。别看他们动作利落，其实都是理科脑，跨界务农。种菇之前，林家开了20多年螺丝工厂，因为产业外流被迫转行，没有任何经验背景，竟大胆抢进菇市。那时候呢，人家就说哦，啊一包可以采收几元，啊你一个月如果种几包，你就赚多少钱。开始种以后，没有跟你说太空包会坏掉，他们没有跟你说会长不出来。太空包会坏掉，然后收不到。接好菌的太空包得在培养室里花1个月收成，状况不够好就不能端上台面。你像这个，它就是比较正常的，它已经要跑透。然后这个就比较不正常，因为它还那么多。然后第二点就是说，你像它的菌丝，它是非常的白，啊，这个就有一点稀稀的。对对对，这个就是它的差别。它是以这一款，对不对？对。因为它长出来才不会靠在一起啊。每个动作都有弄好，其实种菇门槛不低，茶叶
形观色筛选淘汰，更别提花大把时间弯着腰吊着膀子剪带开包替傲娇的雪珍木耳打点生长空间。袋子没有剪，它长出来它小会去碰到袋子。然后第二点就是说，你没有割掉，你像我们风在动的时候，它会影响到它这边的气流。你们这样割要割多长？大概3公分左右。太长的话，它小的菇它会出的比较多，它需要的一些氧气啊、水啊就会比较多。啊，如果说我们固定大小的话，其实每一包它的位置需要的条件都是差不多的。所以感觉好像很多小妹搞在里面。所以你说为什么缴很多学费？那你试过之后，你才知道这个不行。栽种初期3-400万学费，老爸老妈掏的，时不时寻寻看看，就是因为两人至今想来马戏的家。太太叫我说，我们叫他放弃了，叫不要种了啦，已经赔那么多了，花名是我花名的，要种不起来，被人笑都笑死了。再让我试一次了。最后那一次就真的成功了。这套环控设备帮了大忙，不止克服了传统养菇最怕的日夜温差，还能送风打雾加湿，抽换新鲜空气，让木耳以为自己活在森林里。兄弟俩也得开始一天 N 趟跨桃跨背。小菇出来了，它准备要长叶子，我们空气就会调整，然后等它慢慢长大以后，它那个需要的湿度会比较高，因为它正在生长，需要水汽，然后那时候我们就水汽要再加，大概两个小时就条件就需要变化了，因为它变化的速度很快，你可能半天没来，不用采收了。比顾小孩还不容易，它肚子饿它还会哭，这个肚子饿它不会哭，它不会烦。如牡丹，色如凝脂，叶脉结实像高丽菜，这是两个月成果，费尽心力才能收成一批，自是轻手轻脚捧在掌心上。基本上看到的人都说很漂亮，因为很少看到整朵是这么白，最大大概这么大，它可以当我们的帽子戴，真的像一朵花，就是你的头上就直接戴一朵那个白色牡丹花。白木耳略作修剪整理就能杀青冷藏，为了和坊间常见的干燥银耳做区隔，分装成有机生鲜包，一份600克，方便四口之家吃上两餐。啊，退冰之后就切你需要的大小，啊，直接穿烫，这个最简单又好吃又健康。哦，很多好朋友都吃上瘾了。凉拌蘸酱尝口感，热炒入菜品鲜味，做成甜汤或木耳露，自然是冲着这满满的植物性胶质和多达29种氨基酸。推广木耳入菜，林家人各有各的私房食谱。尤其是煮那个砂锅鱼头，我们的白木耳会吸它那个汤汁，然后又有胶质，然后它又有脆脆的口感，吃起来就满满的汤头，然后又有 QQ 脆脆的口感，很特别。没有，我只是陈述事实。年轻人肯说会做，一意孤行，拓展网购起做，期许这独孤生意不败，能让市场耳目一新。